蜜姐，我广东人哦。你广东人？啊，我怕我嘴型不太标准。你可以讲广东话。哦，好啊，开始。别伸舌头，好兄弟们。对牛弹琴。这什么国语？这是。完了。对牛弹琴。好，一个，好，过。换。他不认识第一个字，这更难了吧？骑上我上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坦克我真的猜不出来。红男女女，红男绿女，红男绿女。大王叫我来巡山。大王叫我来巡山。我在东北王篱笆。我在东北玩泥巴。是吗？你刚才。坦克来了，坦克，坦克，他说个坦克，我没有坦克。刚刚打遍的其实都是我们截取的真实的网友对大家的一些评价，愿意的话可以当着大家的面坦克这个我先说是吧？我先来。但食物有什么寓意吗？茶泡饭，茶泡饭就是解腻。哎，小心，别 ，no， 别动，哎呦，别动，没有，有油。有油！哇，大东哥流油了。几十岁了还选这种歌和舞，辣眼睛。时间也不早。我这个我觉得是在夸我哎，因为他说我开口以为在看歌手。那不对，那是胡夏的。哦，前半句开口以为在看歌手，开跳发现在看老年迪斯科。兄弟啊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小东哥跟刘维老师，你们两边卡拿反了。什么？要卡拿反了？很多年前在一个节目上看到过你。你这给念走了，你这念走了啊。我念谭健次啊，我要用他这种腔调，我也把你念走。念走是啥意思？我念走。注意那个平舌和卷舌。好，吐唐健次，唐健次，唐健次。我姓谭。今天的一切感情都是以往的
厚积薄发，你就是最好的唐剑刺。最好的唐剑刺。唐剑刺。我来这个节目改了个姓儿还行。改的是，看他跳舞好像在看仙鹤学蹦迪。仙鹤学蹦迪。仙鹤。仙鹤学蹦迪。我唱情人，唱出了把情人就地正法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说。说蛋饺肉丝拯救了脑胎套。没事，不要乱 Q 我师哥出来。咱家怎么样？什么 slogan？ 我觉得吧，要不咱用歌词。啥？叱咤风云。别了吧。风云帮啊。我们叫年代巨星。不好笑。您太……哎呀，这就是最好笑歌。您太不捧场。为什么咱们做好菜？因为少了帽子，知道吧？我戴了帽子绝对很好。来，继续来，来来来来。冒烟，冒烟啦！冒烟啦！冒烟了！听说定，没烟了，你看。我的眼睛欺骗不了我。来，一定要比我幸福。啊！你走吧，不要。啊！谁呀、啊？什么鬼呀、啊？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！恭喜发财！这一屋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下不去手啊。复仇，复仇记。东哥，祝你今年鸿运当头。二少，祝你年年益寿。三少，祝你恭喜发财。这一屋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下不去手啊。